现在能够赶快，能够开心去唱就赶快去唱的，因为孙子出事之后，你就要忙了，我告诉你。对呀，不过我告诉儿子，我不会看书。啊，是尖尖说的那个，忙了一代了，再忙第二代。对，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就好。对，不，阿妈从旁监督啊，哎，喂奶姿势不对，示范给他看。好，我们欢迎另外一个老师小明珠。 来。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很沙，我不能完全听到他的 melody。